smile, smile, smile. 啊，今天。好了，我们身体呢是由细胞组成，我们的身体呢由细胞组成，这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呢，都用碱基序列构成的生命文字呢，记录着生命的信息。碱基序列呢，用碱基序列构成的生命的文字呢，是靠人类的智能无法编写的，超越人类智能的生命的创造主由他来编写的生命程序，镌刻在我们每个细胞里，这不是真是让人感到惊奇的发现吗？我们人类可不是一般二般的存在，不是那种臭皮囊、行尸走肉、死了要归把尘土的那种那种存在。如果这样想的话，就是作践了我们的生命，是吧？不善待自己的方法。那么我呢？上次我也给大家讲过。曾经一度被事实所蒙蔽，那么我只看到事实的层面，那么我不过就是一个臭皮囊、行尸走肉，这不假，从事实的角度看不假，但是仅停留在事实的角度，把事实的角度看成是我人生的全部，把它认为是真实的，那么我的人生意义何处寻，是吧？莫不如早一点结束。这苦恼的人生，这才是另一种解脱。为什么成天要反复吃喝拉撒睡的这种庸庸碌碌的平庸生活呢？毫无意义，毫无意义，还有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很多哲学家，很多虚无主义者，大部分他们都自杀了。还有比如说德国的思想家尼采他自杀了，是吧？像萨特也自杀了。那么我的上帝，我曾经一度我的上帝是谁？我的上帝就是尼采尼采说的话那是千真万确我也不知不觉就想效法尼采去了断生命。那么好，那么以后人们想起我的时候会说李向九确实是个思想深刻的人，所以说感到用死亡来了断了生命的这种真够有勇气的人，是吧？希望人们能够这样纪念我。当我保留了自杀这个念头，决定在生活当中继续寻找答案的时候，直到不惑之年，我才找到了我的人生答案。40岁的时候，我是怎样终于发现了生命的存在，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呢？我撑起一时，我是那样的想寻短见，比如说抵抗力下降，所以说每次得流感都是浑身难受的要死，但是这个时候呢却有一种强烈的想要生的念头。到底这是什么？到底什么使我有这样的念头？
让我有一个渴望生命的念头，到底这个力量是什么？这是谁的信息？谁的旨意？怎么想也不是发自我内心的信息，不是我的旨意。我的信息，我的旨意就是赶紧的了断生命。而有一个信息呢，与我的旨意、与我的信息相恰恰相反的一个信息呢，的的确确又是在我里面，这两个信息在不断的争斗。啊，其实这个事情啊，也不用讲的这么复杂。我们里面呢，任何人都有，都有两个自我，是吧？岂止两个，从古至今，啊，那些啊圣人呢，是释迦牟尼啊、孔子啊、耶稣啊，还有苏格拉底，像这样的人呢，都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苏格拉底说。啊，认识你自己，不要被那个假我所蒙蔽。啊，我们分不清哪个到底是真我，是吧？哪个是假我？真作假是假亦真，假作真是真亦假，是吧？那么我是博士，我是医生，啊，我是受尊敬的人，我是韩国人，啊，我有美国公民，我有美国护照。啊，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其实这也是一个虚像，这是个虚像。所以说，世尊说，无我相，无人相，无受者相，是吧？无相，就说我们认为我的那个我，其实不是我。释迦牟尼是怎样教导我们的，是吧？释迦牟尼呢，在佛教里面呢，有自我，也有个真我，是吧？真我。真我和自我，是吧？我们人类大部分呢，都是被这个以自我为中心来建构我们的生活，是吧？啊，却迷失了真我，被自我所蒙蔽。能够讲这些只有能够真正在他的人生当中找到了真我的人，才能讲真我和自我，是吧？那么，这些没有找到真我的人呢，他们认为自我是真我，所以怎么样教他们，他们也不会懂这个道理。那么李香九的自我是怎么想的呢？那么我不过是一堆肉，一堆要归于尘土的毫无意义的行尸走肉，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价值，再活更长的岁月，是吧？这就是我的自我这样想的。很多人都这样想，很多人都在这样想啊，以为我自我是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自我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是吧？我是靠外在的很多的力量，内在的很多力量维系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是吧？所以孔子也讲物异物必物我物故，所以自我和真我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两个我在不停的较量。有的人serotonin and endorphin 的分泌不足，那么突然感到不安，感到烦躁，啊，没有喜悦，突然想怎么样？想抽烟，突然想抽烟，那么当他吸进一口香烟的时候，那么大脑就受刺激。
然后就强制的生产 endorphin serotonin， 一时的感到一种祥和感。其实 endorphin serotonin 它需要它需要人体需要的是 endorphin serotonin， 人们却错以为自己喜欢香烟，是吧？我身体需要的不是香烟，而是需要的是 serotonin 和endorphin。那么不是香烟让我心情好，让我感到祥和感，而是 serotonin 和 endorphin 在香烟刺激下产生的 endorphin serotonin 让我感到平安，让我感到喜悦。昨天我们晚上讲了，不是因为尿喝了自己的尿让我医病，不是尿医我的病，而是什么？而是我相信我喝了自己的尿病能够好的这种信心让我能够恢复。所以说我们总是舍本求末，是吧？舍本求末就是被现象所迷惑认为现象是一切。很多人很多自我只停留在这个现实的一面，舍本求末，是吧？所以说被现象所迷惑所以说趋之若鹜。昨天我讲了熊胆，是吧？熊胆的这个物质不是让我能够医病，是吧？那么是什么让这个患者吃了熊胆病好呢？是朋友冒着生命危险为他弄来的这种至诚至爱感动了他，是吧？特别这个朋友的至诚至爱所感动，这个至诚至爱真善美的这个爱才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可以恢复生命的力量。所以吃了这个熊胆，他的朋友的病就好了。但是我们却想怎么想是熊胆确实有效，认识只停留在这种层面的我就叫自我。从真实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看，其实呢是上帝在我心里让我有了爱，是吧？是爱的力量，信心的力量，所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至诚则灵，然后可以抓到一只熊。所以呢这种爱，这种至诚，这种信心相互感应形成了一种医治的力量。所以这些力量的根源呢就是从上帝来。那么我呢这个朋友的这个忠诚呢只是上帝的爱的一个渠道而已。而我们却停留在怎样的一个认识层次上呢？就是熊胆确实有效，是个灵丹妙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认识都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是吧？局限在这样的层次上，所以认为熊胆成了什么？成了偶像，是吧？应该说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让我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给了我这份爱心的上帝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吧？而荣耀却归给了谁了？归给了熊胆了，是吧？这样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因为我们认识停留在这个表面的层次。所以圣经当中说你们要警醒，是吧？你们都在沉睡在自我的层次上，你们要警醒。你们所知道的，你们所认识的，那都是虚假的、虚妄的，是吧？你们要警醒，要警醒。你们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追求这些虚妄的东西，所以杂念丛生，是吧？然后彼此倾轧、竞争所以呢认为熊胆这样是个灵丹妙药的话，熊胆就物以稀为贵，价值连城，
所以那些想吃到熊胆的人却吃不到，所以没有钱呢，所以就这个就更加烦恼，是吧？所以释迦牟尼把这个烦恼的世界称之为这个婆娑世界。你们要这个超脱这个婆娑世界，要找到真我，所以说释迦牟尼说你找到真我，就称之为解脱了，是吧？所以呢，佛教啊，并不是敲一敲这个木铎，然后说几声南无阿弥陀佛就完事儿那种肤浅的宗教。佛教里面有非常伟大的真理，非常伟大的了悟，所以呢，它能影响人类数千年，是吧？所以说佛教传入宗教，所以说哈佛大学那些非常头脑非常优秀的这些秀才们都在研究佛教，是吧？因为里面有这样的真理，是吧？所以呢，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生在这个世界上，认识不到这个真实的东西，认为什么就念念木陀敲敲木陀，然后念念口佛经。里面到底有什么？我要看个究竟。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呢，抛弃了他的王座，然后开始走修道的生活呢？为什么？他追求的是什么？是吧？为什么他会选择这样的苦行的道路？在宫殿里面呢，你找不到这个真理，是吧？所以，这个释迦牟尼开始行乞，化缘施舍，然后求道，然后吃两口，好不容易弄的点饭，吃两口，后面就有棍棒相加，用脚踢，就把这个别的乞丐就把他的饭给抢走了。世人是这样生活的，我们所生在的世界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残暴呢？我以前在王宫里根本都体察不到这样的世界，在生活当中，他所了悟的真理，而他在向人们讲，说法是吧？给人们一个说法，这不是一般人能了悟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为了寻找真理，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正是因为这些先驱们，他们的牺牲，他们的教导，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给我们指点迷津。所以靠他们的思想，今天人们才能维持一定程度的文明，是吧？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没有这种思想的地方，就是哪儿？就是非洲。是吧？没有这种思想的，地图就是非洲，所以就有很明显的差异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内容，是吧？是一个真我自我，用更简单的表述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叼了一根烟，而说吸了一口，觉得我离不开这个烟，这烟让我幸福。抽烟这个瞬间，真是赛过活神仙。但是同时呢，还有另一个声音，他说：“我这样吸烟的话，是不是这个健康会遭损失呢？”有一个自我是说：“没有烟我不行，这个是我吗？这也是我是吧？”那么还有一个自我是什么？就是你得戒烟。不戒烟的话，说不定你会得病。这也是谁？这也是你，都是我，但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我。所以说，每个人里边都是这样相互矛盾的我，都存在，是吧？都存在。
真我假我不断的争斗，这就是我们人生历程。所以我呢，所以释迦牟尼啊，想戒掉烟的那个我，那是为了什么的我？为了生命的我，是吧？是生生不息的我，是自强不息的我啊。那么我们说健康的话，好像是很世俗的一个概念，但是真健康，再深入一点，就是生命的和有关生命的概念，是吧？那么生命是有关上帝的概念，因为上帝给我真善美啊，给我性爱望。当我从上帝里接受真善美、性爱望的时候，我才会真正的健康。所以健康深入一点，就是和谁？和上帝的爱相连的。没有上帝的爱啊，那么健康是无法成立的。所以说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新起点生命运动所要证实的一点。我们不光是为了肉体的健康，那么这已经是停留在很肤浅的城市上了，我也不会去舍命去做这件事情的。当你们的父母为了健康来到这里，那么为了健康来到这里，但是终究他们发现的是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真理，生命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里面就是有爱的信息。所以就是即便你做新起点做得再好的人，没有再大没有更大效果的人，都是没有发现真理的人，没有悟道，没有真正体会上帝的至高无上的爱，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还是会枯萎的，是吧？所以如果你们真正的能够解读圣经的话，解读圣贤们留下的经典的话，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吧？圣经有的时候让我们感到害怕。现在我呢我正在试图在启示录里找到上帝的爱。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审判火湖，令人阴森可怖，是吧？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是吧？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哇！如果大家不理解火海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么这个记录是非常可怕的，是吧？火湖，火湖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火，烈火，这样烧起来的这个火湖，是吧？把你扔进这个火湖里。从字面上看非常可怖，是吧？上帝说，你不听话，就把你扔到火湖里。如果大家仅从字面上理解圣经的话，那么圣经呢就不是那么近人的东西了，是吧？所以大家仅从字面上解读圣经，然后从字面上认识圣经的话，那么你们能感受到上帝的爱吗？是上帝的爱让我们医治我们的生命，但是大家曲解了上帝的爱，因为大家曲解了圣经，所以一旦圣经，看到这些记录以后，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上帝的爱，而是阴森可怖恐怖，是吧？这里说的是什么？这里的火湖指的是第二次的死，
这火狐就是第二次的死，这个火狐已经在这里下了个定义，是吧？火狐就是第二次死。啊，这个火狐并不是实际的存在，第二次死，就是火狐，是吧？把第二次的死，比喻成了火狐，是吧？大家仔细看，圣经里已经有答案了，是吧？那么，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呢？什么是第二次的死？这样你们才能理解什么是火狐。而大家问大家第二次死的话，啊，那么火狐，什么是火狐？第二次死亡，循环作答，是吧？而圣经不是这样解释的吗？第二次的死呢，是和第一次的死相对而称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结局，不但不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对上帝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的悲剧，是吧？为什么？就是和自己所创造的、自己所爱的对象，即人类的最后的诀别，是吧？这第二次死，最后的诀别，明白了吗？第一次死，他就知道是吧？所以说，我们人人都要一死，这死就是今天出车祸死了，那就第一次死。为什么是第一次死呢？那么，不管怎么样，会有一次复活。那么没有例外，按圣经来讲，不分善恶都要复活。所以第一次复活呢，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一次复活，然后善恶就会有个报应了，是吧？那些那些没有明白生命的真谛的那些恶人呢，他们仍然沉睡。然后呢，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些恶人要复活，然后受审判，是吧？为什么让所有的生命都复活呢？为什么上帝要让所有的生命都复活呢？第二次复活的人呢，为什么要复活？因为上帝呢，要他们明白上帝是何等的爱他们，但是你们却顽强的拒绝了我，所以在上帝的公义面前，让他们什么心服口服，上帝最后向他们陈述、表述上帝对他们的爱。所以说，每个人的过去就像一个走马灯一样，都展现在这些人面前。上帝是何等的苦口婆心的劝过你们，劝你们向善，你们却顽强的拒绝了，拒绝了生命，拒绝了上帝，选择了死亡的道路，上帝让你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让你们心服口服。听了这个上帝的所有的解释呢，那么没有一个例外，都会说什么？都会感动的。在我的一生当中，上帝，在我70年的人生当中，上帝是这样的，为了救赎我，让我从自我当中想要让我明白真我的存在，上帝是这样的努力，当我明白了这一点以后，然后就感激涕零，是吧？这个时候呢？我现在把这个启示录的最后一部分，做个简短的概括，是吧？这个时候，撒旦会重新出现在上帝面前。被关押在无底坑里的撒旦重新站在上帝面前，为什么？因为第二次复活的人呢，都是谁的部下？都是说没有上帝、不信上帝或者故意的行恶的这些。这样的这个存在，是吧？他们都是追随撒旦的势力，
水撒旦说：“你们干嘛呢？啊，你们干嘛呢？什么干嘛流泪啊？”你看我们的部队势力是何其浩大，是吧？我们的势力何其浩大，你看啊，你看啊，只要我们抢占这个圣城，那么我们也可以永生。我们用武力攻占他们吧，攻占他，然后重新找到我们的王，恢复我们的王国。那么这些受过感动的人呢，反而重新站到了这个撒旦的一边。这是什么？所以上帝用把他的爱全部的施展给他们，他们即便已经知道了上帝的这份爱，却明知故犯，是吧？明知故犯。这样的就没有救性了，反而站在撒旦的一边，然后攻击，用武力攻击上帝的圣城，这个时候呢，就和上帝赋予我们的生命，那么复活说明上帝给了他生命的气息，那么完全的要什么背离上帝了，是吧？完全拒绝上帝的生命，那么上帝被他们完全拒绝，所以说罪人的死啊，所以说罪人的死呢、就是因为他完全拒绝了上帝的生命，是吧？怎么样才能拒绝上帝的生命呢？用枪往脑子里扣下扳机，你即便你是再怎么不信上帝，再怎么是彻底的无信论者，只要你不想死的话，上帝就给你生命的气息，是吧？就维护你。那么你这样照脑袋瓜开一枪，那么上帝不会强制的拒绝你，是吧？因为你这是你选择的自由。如果上帝没有给人类选择自由的话，人类是不可能自杀的。即便再恶的人，首先是要让他活下来，是吧？所以说，因为上帝赋予了我们每个人选择的自由，所以自杀也是可能的。所以这个选择的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极限，是吧？那么从上帝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难心的事，是吧？所以说我不去教会，我不信上帝，我是无神论者，但我不想死，那么上帝就会让你活，是吧？好好活吧。是完全拒绝了上帝，是吧？反而怎么样，杀气腾腾的要与生命的气息对着干，这个时候生命的气息被拒绝，完全拒绝，上帝无法再把生气赋予他们，这些存在们就会死掉。这个死掉的时候呢，上帝的爱呢已经完全彰显了。上帝的爱呢，罪恶越是对的地方，越是怎么样，越是上帝的炙热，是吧？所以说上帝的爱呢是用火来表现的，是吧？所以上帝的爱呀、上帝的灵格呢往往被描写成火，是吧？在西奈山上，上帝的灵格呢用火来表现，是吧？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的灵格呢是用火来表现的，所以是说上帝的爱就像燃的烈火一样，这个像火一般炙热的这个爱呀、就是向着我们罪人彰显的上帝的爱，是吧？所以所有那些爱上帝的人，对上帝的爱做反应的人都得救以后，
那么上帝的面前就不会有火，不会有火了，只有琉璃海了，是吧？啊，这就是上帝的本心，是吧？平静祥和，洁净的真理的大海。那么罪恶蔓延的时候，上帝的爱呢，就像这种像火一团火一样，是吧？是吧？我们也有这样歌，是吧？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是吧？这样，圣经也是一样的，把爱形上帝的爱形成为描写成一团火，是吧？那么这个火湖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向这些罪人们展现的、彰显的他的爱，是吧？比火还炽热的爱，是吧？为什么你们要选择死？是上帝痛苦的眼泪，是吧？是这个痛苦的海呀，上帝为人们流下的惋惜的泪，就是火湖，是吧？爱的海呀，就是上帝说你们不顺从我，你看我怎么灭掉你们点点火放火你不信你去了一下就博士的这个讲述你也不信大家不要错以为把圣经曲解成这样的圣经，把上帝曲解为这样的上帝在圣经里怎么样才能发现上帝的爱呢？这种伪善的真理呢，是不可能医治生命的，是吧？恢复生命的。说你不晨祷你不交钱到教会来，不交乐意捐上帝不会祝福你恐吓加威胁现在的教会就是这种祈福信仰，是吧？原始的巫术的信仰都是这种虚假的这个世界，我们称之为婆娑世界，是吧？在这种虚假的世界里，我们要出来，我们就称之也是从巴比伦里出来，是吧？我的百姓要从巴比伦里出来，大家读不懂这个圣经，是吧？圣经读了100遍，但是是读不到点子上去只从这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我见出发来解释圣经，这样的话一错百错。你说从上帝的角度，你说上帝难行不难行，是吧？所以上帝为这个到自始也背弃自己的人类生命呢感到惋惜。当耶稣在耶路撒冷为了拯救人类，他付出了一切，但是耶路撒冷却拒绝了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要拯救你们，我要就像拯救呵护你们，就像母鸡呵护它的小鸡一样，但是你们却拒绝了我，你们不愿意听我的召唤。”这就是什么？这样的上帝，这样慈悲的上帝，就是这个火湖的主人，是吧？你们学在圣经里头学到上帝的这样的真实的属性，是吧？所以说你们要记住了，求福就是祸无祸就是福。所以说今天的信仰变成了这种求福的信仰，所以也成了祸害的温床。所以你们再怎么好信肯定会生祸的。所以我交了给教会交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我还遭这样的灾殃呢？所以你们的信心就会动摇，总是迷惑，总是不解我们把这个信仰称之为是谁的信仰？是自我的信仰还是真我的信仰是自我的信仰还停留在我见上，是吧？所以说就像师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是吧？无受者相，是利己的信仰，是吧？只是为了这个离弃这个疾病的信仰是让自己的子女蒙福的信仰这种停留在自我的这种我见失利上的这种信仰。当你们从这个自我解脱出来真正了悟了
我所执着的东西是虚假的，而真正有一个真理的世界，那么这样我们才会找到人生的真正的方向。为了这个防止这个厄运呢，或者是为了蒙福啊，这样信仰的信仰真是小儿科。我们经常像背的口头禅呢，是不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吧？不要以为上帝让我们遇见试探，是吧？比如早上晨祷会没来几次，然后你不来晨祷会，我得让你遇见试探，然后让你遇到车祸，然后让你断腿，断一条腿，断了一条腿，你就该警醒了，就不敢偷懒了啊，这样的思考方式。然后牧师到这个教会、这个医院里来慰问说：“上帝在试探你，是不是？你不是没参加晨祷会啊？”这样威胁利诱是吧？大家却把他当作是信仰。你说这个可悲不可悲？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谁也不试探，也不被人试探，是吧？但是我们却错以为上帝在试探我们。耶稣也遇到试探，是吧？是谁试探他？是撒旦试探他，是吧？那么试探我们的这个根本的力量啊，就是撒旦。撒旦连耶稣都要试探，但是耶稣没有被撒旦所试探。人间呢是怎么样？人却无法拒绝撒旦的试探，因为他向我们施展的东西实在是太诱人，是吧？所以人类啊，遇见试探呢，是就像鱼咬鱼饵一样啊。比如说你稍稍玩点花样，你就可以赚这么多钱，你如果正直的话，你就能赚到这么点钱，那么这个金钱的诱惑就大了，是吧？所以你们就自己选择试探，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向什么？走向罪恶里头。所以说撒旦这样稍稍给你的甜头啊，就像说圣经是的的确确是这样讲的，是吧？雅各书1:13，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人被试探，是吧？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他也不试探人，是吧？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说不是上帝试探你，而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是吧？私欲既怀了胎，那么让我们有私欲的，产生私欲的这个存在就是恶，是吧？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是吧？所以说私欲一旦内心有私欲了，那心就偏了，是吧？心一偏，那我们的身体思想就都偏了。所以说不要说上帝试探你，而是你自己在试探自己，是吧？而教会这些人却讲什么？说你不来晨祷会，上帝试探你；你不交1/10，上帝试探你。到底上帝是怎样的上帝？那么上帝和撒旦有什么区别？你们要警醒，是吧？如果你们不警醒的话，你们就会有极大的混乱。所以你们要深研圣经，是吧？不要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所以被扔在火湖里，被扔进火湖里，我正在研究，我研究以后发现了，要自己走进灭亡里，那么自己在选择了恶的道路，然后走进恶里面，
啊，上帝称之为扔进火海里，为什么？罪人的罪责由我来承担，是吧？你说爸爸买了一台，给孩子买了一台车，说小子，我给你买了车，你不要啊，你不要超速，你不要饮酒，你要带安全带。但是儿子呢，却完全忽视了父亲的叮嘱，然后断了一条腿。那父亲说，是我让你断了一条腿。那你看超速了是吧？是父亲爱他吗？那么儿子的罪啊，都由父亲来承担。即便儿子不听父亲的话，他丢了一条腿，但是父亲还是流泪说，把所有的过错啊都揽在自己身上，说是我让你丢了一条腿，是吧？这才是父亲的爱啊，这也是。啊，我们所应该认识的上帝的爱，是吧？旧约圣经所讲述的上帝的爱就是这样的上帝，啊，所以圣经里头，大家如果发现不到上帝的爱的话，啊，大家是永远都悟不到这里的哈。那么大家再看，啊，最后再看一段经文。所以说人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啊交到教会里来，叫十分之一哈。信仰生活当中啊，人们对这个疑问最多，而且也最烦恼，是吧？啊，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的耶和华是怎样的耶和华？是主宰整个宇宙，创造整个宇宙，并且所有他主宰他的啊，不增不减的毫无缺损的上帝，是吧？所有的一切都是谁的？是他的，是上帝的啊。这样啊，这种非常伟大的宣言之后，然后啊就变得非常小气了，是吧？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哎，开始很场面很大，你们要当那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们的收入能那么点儿啊，是吧？啊，把我们那些收入的十分之一啊，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上帝家里也有仓库，是吧？啊，使我家里有粮。”啊，说家里有粮，你说这个不觉得很小气吗？是吧？万军耶和华啊，说你们场面很大，开场白很大，但是却很小气的说，啊，你给我点啊，把你的十分之一交给我，不然的话我家里会没有断粮的，啊，这是开玩笑还是当真？啊，这是在开玩笑是吧？是开玩笑吗？啊，我一看圣经的时候。啊，这简直在开玩笑，这前言不搭后语是吧？万军之耶和华不增不减，啊，毫无缺损的上帝，却跟我们要什么？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啊，是吧？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家里就没有粮食了，是不成体统啊？你们在这段经文里要学着如何找出上帝的爱。如果在这段经文里大家找出上帝的爱的话，那么这段经文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段经文。然后又说一些不成体统的话，你看，以此试，所以说你不要试探主，然后就说以此试探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轻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从这句话来讲，基督教无疑是一个祈福信仰，是吧？所以你们交十分之一交的好的话，上帝给你们福；不交的话，你等着瞧啊！你看着吧，你让我难堪，我也让你难堪啊！这样的信息，大家错以为这段经文啊是这样的一段信息，然后啊误解它，曲解它，然后信教。
过去我为什么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正是因为这段经文以后，字面上理解这段经文以后，觉得上帝不合理，是吧？然后我就不信，那是过去的事儿。上帝前后矛盾，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然后把你的十分之一计算完了给我，不给我的话，我家里就断粮了。然后你试探我。你们能不能发现一个上帝的爱呢？我在美国做医生的时候啊，赚钱赚得很厉害。有一天啊，把他的这个治疗费啊一次都交给了我，$3000啊，$100的现钞拿来了30张，揣在我的兜里。啊，$100的现钞30张，$3000在兜里，啊，感到很爽。我这个小儿子啊，当时是5岁，然后开车走，啊，我这个小儿子非常喜欢这个豆沙冰，啊，豆沙冰。在美国啊，这个卖豆沙冰的这个店铺啊不是很多。他说：“老爸，你看那有卖那个豆沙冰的，啊，给我买一碗好吧？”那老爸心情好，所以呢，我就把车停在了一个豆沙冰店门口，给他买了一碗。啊，一碗多少钱？是$3，啊，才$3。然后我给他买了一碗，孩子高兴的不得了啊。所以说，做当爸的高兴不高兴呢？儿子高兴，当爸也高兴，是吧？所以拿出这个钱包，拿出一张$100的现钞。我给了他一张，他就找了我就找了我一大把零钱，9张$10的，7张$1的，一共多少张？我给了他一张，却拿回来了16张，是吧？然后还拿了一碗豆沙冰。所以这个5岁的小孩他就啊，他说：“老爸，啊，你真有钱呐，你是个富翁啊。”我说：“是，我是万军的老爸啊。”你看呢？然后打开，啊，有几张？还有29张呢，能给你买100碗豆沙冰。他没有概念呢，$3000有多大，是多大的一笔钱，他没有概念，所以他的概念就是豆沙冰的概念，所以我就给他说，那用这个钱能买几碗豆沙冰啊？他就问我，我说可以买1000碗，他说哇，这是在我儿子眼里，我就是万军的老爸，是吧？啊，是给他要什么给他买什么，是吧？让他一点都没有匮乏，所以在儿子眼里啊，这个老爸5岁的儿子眼里，啊，这个老爸就是毫无缺损的，可以供应所有儿子所需要的一切的万军的老爸，是吧？啊，是吧？对的。这个老爸突然说什么？嗯，儿子，豆沙饼好吃吗？给我吃一口，给我吃一口好不好？那十分之一就是这种比喻，是吧？这种情形明白了吧？意味着什么？我呢，我不喜欢吃这个豆沙冰啊，现在健康了，豆沙冰吃一碗没关系。当时呢，我的肠胃非常的不好，吃不了凉的东西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新起点生活，只要一进去凉的东西，那么就会跑肚，所以身体很虚弱啊，但是我跟他要一口，为什么？其实我不想吃这个豆沙饼，但是我跟儿子要一口，为什么？啊，这就是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是分享的关系，是吧？啊，是就是父亲要和儿子确立一种关系，是吧？那么父亲给儿子买豆沙冰，儿子吃，只是什么单方的关系，是吧？所以说
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施与者，施者与施与者是单向的，但是父亲呢却与他愿意借了相互沟通的关系，成为一种水平的关系，是吧？还有一个，这个父亲呢给他心爱的儿子给他买了儿子喜欢吃的这个豆沙冰，父亲非常高兴，这是施舍的喜悦，是吧？那么被施舍，施舍的幸福远远要大于被施舍的幸福，那么我要让儿子感受到这个幸福，所以我跟儿子要了一口，所以老爸儿子能不能给老爸一口啊？儿子说不给，不，你不能买一千碗吗？儿子说的对不对？这还跟我要干什么？所以说我可以买999碗，我跟你要一口，你看看我，你看看爸爸幸福不幸福？幸福。为什么幸福呢？因为你幸福。钱多？不是，不是的。因为我给你买，看到你高兴，所以我高兴，是吧？你看给人家买是这么高兴的吗？你人家给你，你高兴是吧？你给人家更高兴，更开心，他能不能理解呢？他理解不了，是吧？然后自己一口不剩都吃了了。那天他就没交1/10，是吧？你说老爸说今后我就不给你买这个豆沙冰了吗？不是的，是吧？上帝不是那样的上帝。那么为什么如果这个儿子不给父亲一口的，父亲更加勤快的给他买豆沙冰，为什么？为了讨一口吃。第三次给他买豆沙冰我才成功了，是吧？然后这一天呢，我这个儿子可能肚子有点饱了，是吧？然后呢我跟他要一口，他说老爸你吃吧，他给了我一口，我吃了一口，哇真好吃啊，谢谢你啊，我的儿子。儿子笑了，他没有体会到，他体会到了以前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喜悦，儿子也开心了，是不是给人家是不是好啊？是是是，所以他体会到了，学到了，学会到了给人家的快乐，是吧？施予的快乐，所以你试探我，是不是你更加幸福？你自己试试看，你看看你是不是更加幸福？就是当我们和上帝建立了这种爱的关系的时候，这个1/10才是我们的福气。你不交1/10的话，你看我给不给你福气？大家不要这样曲解圣经，现在教会却往往这样曲解圣经，大部分教会都这样曲解圣经，是吧？这是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所以也大言不惭的说是我是信主的人。所以像这个金融业教授这样的人呢，出来就是非常，非常，圣经旧约圣经岂是圣经，是吧？这怎么是成何体统？然后就，不加思索的加以批判，是吧？所以说，基督徒本身呢，应该反问自己，是吧？我们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爱，是吧？所以金融也说，旧约已经是没有用了，是吧？他讲旧约无用了，新约圣经里哪有让交1/10的记录，是吧？所以说，金融业的教授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不懂，是吧？所以说不是就是不是，大家有勇气说出不是来，所以起诉就是说或凉或热，你要两者选其一，不温不热，这就成问题了，是吧？所以金融业教授说旧约无用，那么基督教会呢却不知道怎样去反驳他，
哎，不敢不交十分之一，怕不能蒙福，所以这种行为啊，不能称之为信仰，啊，也是一个利己的行为。所以圣经啊，是说满载着生命的一本经典，满载着上帝的爱的一本经典。所以这段经文呢，绝对不是那种恐吓诱利诱的这个经文，这样的信仰我是绝对学不来的。与其信那样的上帝，那样的信仰，莫不如什么都不信，是吧？所以说人应该干脆，是吧？不能拖泥带水。我觉得这段经文实在是很美好，很美好，是吧？传递的信息，真是承载着上帝的大爱。所以说，儿子从父亲那里得来一碗豆沙冰，然后给父亲一口，让父子之间建立了这种信赖与相爱的关系，让我的家里有粮食。这句话什么意思？是，给我一口，我饿，是吧？肚子不饿，却让我们学会什么？彼此分享的快乐，是吧？彼此分享的快乐，我需要你的爱，是吧？所以上帝呢，跟我们讲，跟我们怎么讲？称我们为朋友，是吧？你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是和我一块儿分享豆沙冰的朋友。我们这样认识这样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信仰，是吧？这样的信仰是会让我们快乐的。主啊主啊，这样拜拜求求啊，胆战心惊的那种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好了，所以呢，我们的里面呢有自我和真我，两个我在不停的争斗。那么自我呢，知道自己吸烟对身体不好，是吧？但是呢，心情好就行啊，然后慢慢的在扼杀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呢，是不断的让我们走死亡的夜路，和我们的用我们的生命去交换快乐。这种自我我们称之为死亡的自我。与这样的自我相反，还有一个就是追求生命生生不息的这个自我，就是什么？就是真我，是吧？热爱生命的我。所以我们呢，我们人类啊，在这个生命的自我和死亡的自我之间，也就释迦牟尼说的真我和假我之间呢，两个不同的自我之间不同的争斗，不断的争斗，是吧？这就是我们现存的状态。那么什么是解脱呢？就是里边不再有这种两个自我的争斗了，是吧？我经常讲这以烟举例是有点不好，但是很贴切，所以我经常举这个抽烟的例子。比如说刚生下来的小孩，孩子们能一闻到烟味他们就会很难受，是吧？酒也是，只要给他沾一点，他都会难受的哭起来。为什么？本能的他承受不了这些刺激的东西，这就是真我，是吧？而假我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所以我慢慢的在扼杀真我，是吧？然后呢，然后这种虚妄的我就这样慢慢的大起来，然后自欺欺人。慢慢呢，就是变得什么，这个真我呢就完全被遮盖了，是吧？被掩埋了，剩下的只有什么？这种死亡的自我、假我，自尊、自负，是吧？你看我，别看我这样，你看我，别小瞧我。这种自我为主的是一种生活，自我和自我之间呢，互相的这样评价，互相的这样竞争，哇，李博士，你看穿的一件非常名牌，就看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自我，真我是那我，那么对这些穿什么无所谓了，
是吧？毛到不毛，不毛实了，是吧？对这些小孩子，给他吃咸的、辣的，他们承受不了，他们不吃。啊，一岁、两岁的时候，三岁的时候，啊，吃不了辣的东西，是吧？辣白菜吃不了，所以说妈妈给他洗干净了，然后让他吃。大人们吃这个辣椒，啊，有辣椒的这个辣白菜是怎么能吃这么辣的呢？是吧？啊，这样的李香九，一直到五岁的时候，啊，但是我有个姨妈，啊，五岁的这个李香九啊，看上了这个十几岁的姨妈。啊，是吧？那么我曾经一度说我要跟姨妈结婚，姨妈不知道，但是我单相思，是吧？五岁就单相思，姨妈一来的话，啊，我就得在姨妈面前表现的像个男子汉，是吧？啊，有一天呢，姨妈说了一个非常让我泄气的话，就是。吃饭的时候，我正在这个，啊，用这个，辣白菜都洗干净了以后，然后吃。啊，姨妈说什么？香九，你还洗白菜吃啊？洗辣白菜吃啊？啊，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这句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啊，你想跟我结婚的话，你得成个真正的男子汉。你这样还洗辣白菜吃的话，你怎么能啊娶我呢？这五岁的小李香九就是这样听的。大人大还男子汉可不这么吃辣白菜，又辣又咸也能吃，这样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是吧？这样才能结婚。所以当时我这个小小的心灵就受了很大的刺激，是吧？所以我就要在这个姨妈面前。要表现出男子汉的气质来，气概来，是吧？我怎么样能取悦我的这个姨妈，我的心上人呢？第二天，当天晚上我就辗转难眠。第二天我就为了取悦我这个姨妈，我的心上人，我就得怎么样？明天早上开始我就得吃这个没有洗过的这个辣白菜。好，一想到要吃那个辣白菜，我就心里就。打怵是吧？但是为了心上人，我要两肋插刀啊！所以在这个餐桌上，我就跟对我母亲庄严的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我要不洗了，不洗辣白菜，我就这么吃了。”我妈就是能行吗？辣死你！我说没事，没事。然后看了一眼姨妈。啊，姨妈啊，哦，表情就觉得李香九终于，啊，终于能不洗辣白菜就是吃了，让我能。内心怎么样？忐忑不安是吧？啊，能不能承受得住？自己也没有底儿。那姨妈说：“好吧，那我看看你能不能吃。”啊，这就是男的一生的开始，男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开始。女人说。啊，女人说：“好了，我等着瞧。”那男的就得赴汤蹈火，是吧？然后吃了一个辣的，辣的要命啊！那还得吃，硬着头皮吃，强作欢颜，然后就干脆咽下去了。而嘴里和肚子里啊，然后像着了一团火，痛苦的难堪，但是感到很幸福。为什么？因为姨妈在为我鼓掌叫好啊，李香九长大了，我们家香九长大了，啊，在我耳朵里是不是？啊，你能娶我了是吧？这肉体的痛苦啊，能够战胜，啊，因为我得到了爱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活的就是这样的人生是吧？所以我们的真我呢，
啊，就被这个又咸又辣的这个辣白菜呢，我的真我就慢慢被腌制了，是吧？被世俗的欲望，被这些虚荣的东西、自尊的东西，慢慢真我扭曲了，剩下的只是这种虚妄的自我。啊，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活的是什么，是吧？这样的自我。啊，信上帝的，所谓信上帝的时候，只能是祈福信仰。其实我们信上帝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重新发现真我，找回真我，是吧？那些自我却在信仰当中仍然求什么？仍然求福啊，求什么好的工作啊？其实真我呢，是从这些世俗的欲望当中真正的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信仰呢，反而是我们。承担更大的枷锁，是吧？这就是现今宗教的悲剧。所以大家来到这里，通过这个健康饮食，我们的口味都是被歪曲了的口味，都是这种自我的这种嗜好，是吧？我们要从这个我们的这个嗜好啊，我们的口味，我们的这种不好的。习惯当中完全解脱出来，是吧？所以，我们吃饭不是为了吃健康食，而是恢复什么？恢复我们被假我蒙蔽的真我，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这就是新起点生命运动的本质所在。为什么？基因是因为什么变质的？因为自我变质的，是吧？为了康复呢，为了身心的康复呢，你们要恢复真我，发现这个生命的真我，恢复它，这样才能真正的身心得以恢复。所以先起点呢，让我们导致疾病的这个自我从这里解脱出来，找到真我，然后在真我里边重新享有自由，是吧？那么吃糙米会健康啊？吃这个吃那个，那么这还是停在什么？停在这个下乘的功夫上，是吧？所以这个新起点生命运动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每个人非常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必有的生命道路。比如说患者来到这里呢，3到4天以后啊。第一天、第二天不好吃、难吃难咽的这个饭菜呀，开始变得越来越好吃了。这是什么的恢复？就是真我的，这返璞归真了，开始是吧？然后开始明白什么啊？我里边的确有一个真我，我以前认为好吃的东西都是虚妄的啊，是吧？啊，我错以为这些虚妄的是真的。被这个虚妄的东西蒙蔽了，然后慢慢的，开始找到这个，真理的亮光，用这个真理的亮光来发现隐藏在自我下面的这个真我，领悟它，这才是新起点生命运动的本质所在，是吧？所以呢，就跟大家，所以孔子也这样讲。我们称之为解脱，是吧？孔子先生说，大人，或称之为君子，小人，就是小人呗，是吧？什么话呢？就是朝廷里边小人当道，那么朝廷里都是那些学问造诣很深的人，是吧？左丞相、右丞相，都是科举出身的，去把他们称之为小人呗？为什么？他们不懂得什么？不懂得真理。他们没有真我，是吧？所以这小人，不是那种没有钱、势力卑下的人，不是这样的人。市井当中有君子，朝廷当中有小人，是吧？
所以我们称之为什么？啊，是说从小人啊成大人是见性啊，看得成我是吧？啊，这是多么伟大的这个教训是吧？所以我们呢，韩国人脑子很聪明，对释迦的教导、孔子的教导，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呢绵绵不绝，所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才能灿烂。所以说，啊，村村落落都有师堂、师塾，都在教这个孔子的这个教导，是吧？山山谷谷都有什么啊？都有这个寺庙，然后再教释迦牟尼的教导，是吧？不像那种这个啊，这蛮荒的大陆是吧？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要读书、写文章是吧？传递信息啊，我们是这些祖先的后裔，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所以啊，从世界很多民族当中啊，我们是非常啊。优秀的，所以说最最发达的这个领先的思想还是圣经思想。所以说欧洲的那些蛮荒人呢，学了圣经以后啊，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过去啊，他们蛮荒的厉害啊，是吧？啊，他们的文明啊，开化的比我们要晚，是吧？说德国人、法国人，他们开化的比我们都要晚，是吧？但是他们托圣经的福，基督教的思想，让他们变成文明世界的主角，是吧？所以大家要懂真理，是吧？追求真理，所以真理才会让你们真正的自由啊！靠着真理的亮光啊，终于找到了一个方向。找到了一个罗盘，就是找到真我的方向和罗盘，是吧？所以当你们明白了真理以后，你们就找到了方向啊，方向指明了，现在就差大踏步的向前的勇气了，这样的身心就会健康了，你们的生活习惯也会改变的啊，你价值观确立了，是吧？生命有意义了，运动、饮食，这一切都有原则了，是吧？就有方寸了，就不会乱了。啊、嗯，圣经把它称之为什么？圣经把它称之为什么？我圣经称之为重生。从哪里重生呢？从肉体的自我。称为属灵的人，所以圣经里的这样的表现有很多种，就上面的人、下边的人、属天的人、属灵的人、属地的人、属灵的人、属肉的义人、罪人，是吧？义的仆人、罪的仆人，而这样的表现有很多，是吧？但是啊，都是指同一个层次的内涵。所以大家大家就像一只蝴蝶一样，蝴蝶现在是作茧自缚，是吧？像一个毛虫一样啊，像毛虫一样。那么这个幼虫呢，早晚有一天会作茧自缚，是吧？这个作茧自缚的日子是非常危险的时代，日子就像你们这个啊，20岁以前还是个幼虫一样、蠕虫一样，啊，然后当大家城府越来越深，对社会有所涉足的时候，就开始作茧自缚了。作茧自缚呢，就是被自我完全给罩住了，啊，就自我的形成。我就是我，是吧？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我喜欢抽烟，我喜欢喝酒，用这种虚妄的定义把自己给罩住了，
自缚住了，是吧？我的个性，然后把自己固定起来，是用自己所希望的，或者是用人家的眼光、人家的看法把自己给固定起来了，作茧自缚以后，然后在这个啊，认为这个啊，把这个茧呢装饰的豪华一点啊，就以为是人生的全部了，是吧？啊，你们不要认为作茧自缚就是你们人生的全部，你们要从里边挣脱出来，是吧？那么这个幼虫从茧里挣脱出来，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是吧？可以翱翔在天空里，是吧？啊，你们的本质就是要将来成为蝴蝶一样，享有更大的自由。你们现在所认为是你们的，其实根本不是你们，是作茧自缚。李香九认为过去是我的那个李香九，现在看来却不是我自己，是吧？40岁以前的李香九，只是赚钱、开大奔啊啊，看住豪宅，就以为是我人生全部的李香九，是吧？完全被我自己所做的这个茧里头将自己自缚起来，那么这就是我人生的全部。和人家比量比量啊，觉得哎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满足了。所以说，人生就是这样作茧自缚的人生，认为自己是人生的全部啊，是多么愚蠢！我们世间很多人都是作茧自缚的人生，但是。啊，有的这个茧蛹啊，啊，却没有什么可装饰的、打点的，是吧？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能力，啊，所以这个蛹啊，就在里边就开始郁闷了，是吧？啊，人生到底是什么，是吧？就想死，什么都不懂，他不懂自己是个蝴蝶，是吧？不懂得外边有一个更大的世界，不懂得自己可以翱翔的这个更大的世界里，是吧？啊，你们不晓得自己的未来，不晓得自己的将来，是吧？啊，你们指向什么？啊，你们指向，你说我是一个啊，可以想遨游更大世界的具有更大自由的蝴蝶，那么你们要想，自己的心灵就是这样的啊，享有更大自由的存在，而总有一天。这个蝴蝶呀，突然有一天，啊，嘴里出现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是上帝已经为他们安排好的，用基因呢，让他能够分泌出黏糊糊的东西，啊，然后呢，就像这个茧蛹的这个壁上开始抹，然后就开始蹭，那不是。不是别的，就是融化、溶解这个茧壳的物质。过了几天以后啊，突然有一道亮光，那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小孔，然后一道亮光照射了进来。啊，终于发现了这个茧的外面呢，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茧的外面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啊，你们现在怎么想，心怀怎样的意念，当你们40岁的时候啊，说不定有一个更伟大的更神奇的世界在等待着你们。所以释迦孔子这样伟人已经看到了这个世界，而且得到了这个世界，是吧？啊，然后呢，啊，这个孔呢突然变大了，然后强烈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啊，生命的气息进入到这个茧里面啊，这是什么？然后经过这个，而身体开始发生变化，是吧？啊，身上发痒，啊，身上好像长出了一个自己都不懂的什么东西，这就是翅膀，一堆翅膀，啊，这些生命程序已经都输入好了，这是宇宙的生命信息，是吧？啊，然后呢？就想出去看看，到外面的世界看看，然后这样挣扎，不停的挣扎，很累很累，挣扎再挣扎，啊，终于出来了，哇，这个世界好美，
这个世界好美。然后呢，然后这对翅膀呢开始啊展开，然后有力的开始震动。啊，我原来我是这样漂亮的存在吗？终于啊看到了真我，是吧？然后这样展翅飞翔。哇，这个自由是过去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是吧？上下翻飞啊，这个世界自己过去只是有一页能啃的叶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是现在眼下展现的世界什么啊，是鲜花虫，是吧？鲜花绿草啊，鲜花在向他招手，然后他飞下来，前面有个什么啊，有一个触角，是吧？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啊甜美的花蜜汁啊可以吸收进来，这就是真理的甜美的真理的味道，是吧？为了尝到这个真理的甜头，所以我们要耐得住这个作茧自缚的黑暗时光，是吧？梅花香知苦寒中，所以说鲜花感谢蝴蝶，蝴蝶感谢啊鲜花，是吧？鲜花说：“说你一会儿就明白我为什么会谢你了，我为什么要谢你呢？不一会儿啊，开花结果了，是吧？”蝴蝶传递了花蕊的花粉，是吧？是人们啊来享受这个果子，就是啊，这个世界真美好，果子很好吃。啊，这个蝴蝶做了非常伟大的事情，是吧？给人们献去了这个水果，献去了幸福。啊啊，我们要知道，蝴蝶做梦也没想到它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上帝在创造蝴蝶的时候，创造这小海龟的时候，这也是在为我们传递一个宇宙的信息，是吧？传递一个生命的信息。啊，我在你们后，你们看不到的。虽然你们看不到我，但是我为你们预备了道路。你们跌倒，我要扶起你们；你们迷失方向，我要为你们指点迷津，是吧？大家相信啊，这一点，不论你们现在身处何境，是吧？也不要灰心，也不要气馁，也不要绝望，啊，一定要等到总有一天成为美丽的蝴蝶，啊，飞翔自由的蓝天那一天，要耐得住黑暗，是吧？啊，明白吗？那也都是痛苦。科学家呢啊看到这个茧挣扎的太厉害啊太难受，所以就用剪刀啊把这个茧给它剪开了，来帮助他孵出来。而出来以后呢，没震几下刺啊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挣扎的过程本身就是获得生命能量的过程，是吧？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毛细血管都舒张了，肌肉生长了，是吧？所以才能振翅。所有的过程都是创造主宇宙信息的安排，是吧？现在你们看，我们这个宋弟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患有没有抑郁症，是吧？哎。哎，活着没有意思啊！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挣扎，是吧？这也是一种挣扎啊！这种挣扎越是厉害，那么离曙光就越不远，就能更加奋力振翅，是吧？所以你们要仰望未来，要有信爱望，尽管现在的眼前的现实很暗淡，是吧？但是你们要耐得住性子，要能够忍耐，终有一天成为一个美丽的蝴蝶，享受更大的自由。
뉴스나 해봤더니 야! 자, 이제